开始喽，准备。加油 OK 的，加油哇，！Go！给我们一个好位置吧。冰冰，在哪里？哦，喂，冰，哎哎哎，我一我下怕来你就掉下去，掉下去小心了，啊，小心啊！旁边有可机是场没有有，受伤，还好。小心哦，这没有动哦，哦，用那挖就掉吧。下。好，你们先打一下，我去制高点，还是看一下附近，好。怕有人。哎，花木做白色木头不会有苹果哈、哦？也会有吧，而我们附近就树有都那会有。个边界。啊，这么近。那我们要不要先移动啊？没关系，先打一打，准备好，然后，50分以后再移动这样。对，然后附近有鸡，我们可以把鸡打一打。OK。先打一打。然后不管那个，为了要防人家游击，所以我们在挖洞的时候还是要洞口堵个泥土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上次我没有弄泥土，其实太大意了。好，太大意工作了。台好喽，在这边，好。在哪里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对啊，可是这边都水，你要从哎、欸，这里开始挖吗？看阿没有进这了，么，有人，又是阿是进，阿进，没事，那个倒给他们，那个倒给他们。又是阿 OK，进，还有我吗？们刚才说个嗨。哎 为什么我们两队都会这么容易都碰怎么面又呢、遇见了？啊？有点惨。运气我不挖到错，钻石了，哇，这么快，可是挖不记一起下来点啊。吧，没有铁，先记点啊，吧，我做得个先记号。一赌他的风采，两颗，哎，有铁了，有铁了。三颗。太好了，有六，哎呦，6、8颗铁了。我怎么感觉我的成就都特别的晚？四颗钻石，那你挖到铁，把钻石给我，我要去做钻石镐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把铁给你，然后你要做钻石镐？不是不是，你挖好那个钻石。没有，这是一个跳脱的那个说话 我式这超个有跳点太跳跃了。啊。哎，你把铁给他，他做好铁镐以后去挖钻 石，然后你就做做好钻石镐。铁镐，你自己用，我要钻石镐。因为这是我找到的钻石，我有权利拿用去，钻拿石。去，都拿去。那是好多颗啊，四颗、五颗，六今颗年哦，又是5倍啊！又有5颗。我专门挖5颗的。好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不止哎，不知道。不止5颗。我们的进度大落后，是哦，有一点没关落后啊。系，有9颗哎，哇，这样是不用紧张，因为之整后都还片。是会有。你挖到一个洞了。要小二心十哦，分二十分钟，钟了。吓一跳！整片岩浆，哦，还哦，好算浮了。起来。刚看到一个苦力怕，要准备过来。说风挖到自然哦，洞这是窟，什么？哦，有女巫，我去快弄。逃啊！作为反正你行们两动。位离我很远。救命啊！中毒了！乌龟龟！哦，那也丢太远了吧？哇！哦，啊，龟龟，哎，这太夸张了啦！我会读到剩半格哦，龟龟，没有那没有，我想停了我会停剩了停半了停格，了停了！前面哎哦，，OK，前面有一些铁，哪里放哪里？弃啊，放弃啊，可是有女就先，巫，女巫拿到房血间有拿点到房，多，女巫太麻烦了，对啊，那个被打到一下就不得天了，哪！有村庄哎、欸，有村庄，对啊，村快庄会有去！什么东搜西啊？刮宝箱啊搜什么刮。的，什么铁站啊，什么那些对，什有么可能的，有钻石之类的，搜一下，绿天宝石、哪！绿宝石不用。啊，如果他没有种植的话，也把那些农作物收回来，哦，这样对子。啊，书居然有柜，村庄哦，哦，书书柜，柜也对不对错。对，书柜直接扛走，一个打掉会变成书就是了。至少有书啊。对啊，我们也不用自己做了。好像有点找不到哎、欸，我只记得那个哎，水钻龙。石，钻废石，钻矿，我这石，个天哪，动过街废矿。钻石。哦，好多颗！有哇，谁记得？六哇，古颗，风箭手出现了！有谁记得我家在哪？六颗钻石。不然我要直直往下，真男人挖矿筏了。不止6颗诶，我这边有14颗钻石了。哇塞！有人要不要直接做个铠甲？钻石的部分，钻石铠甲可以做，又其挖他到的钻就石不了，行。又挖到钻石了。我这边有水源。做两个又钻石铠甲也可以，只是记又得五颗，留两颗给我们。五颗五颗，好，我这边有11颗，哦，又是钻石，哇！哎，我这边有青金石，天哪，铁运的男人，不是钻石石运的好男人，猛哦！哦，4颗，
又多四颗了。不过你现在绝对不能遭遇到人对，这边抢走很惨。啊！15颗。废矿，然后加岩浆的地哇，区，我们然附后近一个应该有个很大的废矿好在这多里。铁哦，好算多了。铁，所以铁有多少挖多少。但是我现在血有点少，还是先别去好哦，对。了。哦，又有钻石喽！天哪，哇，我们一人一个钻石铠甲超多，啊！钻石可以一人一铠个，甲做完之后可以做那个可以还够还够，头跟脚，裤子是最不划算的，裤是子会比较吗？多。裤子最对，不划算啊、我有算过，哦。我这边把好它多们改碎过石来。哦，我们赶快可以哎挖一点。呦，哎呦，吓一跳！哎呦，对对对，这边可以出来，可以出来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地盘了，OK，谁那边敢安全来这里就吗？杀了他们。好，我把资源带过来的。你要所以带？鬼鬼不用回去了，我资源都带过来，有用的哦，资源都带过好。来。那我们好，安。这边安全吗？上面还有洞诶，上面暗暗的洞。可我看到黄金，以我怕啦，掉怪啊。哦，对啊，会生怪。我刚刚有一个苦力怕，就怪了。哎，我现在就插火把，稍微挡一下。啊，这边不用担心，这边把插火把插上去以后，他们会被水卡死。宝箱里面放了4颗苹果。OK，那我都全部先做出来。我想一下，我现在要做的是，你要怎么这样也做？不太安全，我把它堵起来，上面洞我把它堵起来。黑曜石是要4个吧，对不对？要是要对，几？我先吃一颗，然后巧克力。给一颗，然后小强你拿一颗吧。好，来，你们把钻石都放在宝箱里。哎，我还，呜，这里有个哎，苦库力里帕，还怕。好我挡起来，果然哎要挡一呦，下，对不对？用了一个 surprise。啊，我们碎石还可以再挖一下啦，我们还可以做12根箭矢。你可以先分给我一点点，就是吗？哦，好，你那边有几根？我这边有20根。那18根先给你。好，举起手上了。先挖三，再挖三个。书柜谁会发现呢？那边对啊，云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需要书柜、欸，其实，云吗？因为我们都书负柜低让它等等的。级上升，可是我们用这个装备合成的方式，其实有省那个等级。有比较省。对啊，你看，比方说保护一等就有保护一，两个这样只要两等，然后最这低样合四成，等啊，对吧、啊？四等就有四可等能一就有等。保护二。可是你直接要合出一个保护二，可能要十。刚刚我看好像有9等的。应该要10几等左右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好，个然箱后你就子。这样往前走，有我哇，背你后的再那个给你岩倒。浆流错边，哎、那边往下流。啊，给你用，给你用，这样欸，我怕想你这样混有点乱。下流。什么样的主人有什么样的岩浆？你闭嘴！哎 等一下，树长出来了，再上来，来出来了，在你们走挖一的那一挖瞬吧。间，树长出不要看那棵树，我来上来砍树啦！我已经砍了好多、啊，有吗？有吗？喔。这个树也可以没有砍吗？啊，还没，哎，还黄没。金都在巧克力身上吗？对，我有37个哦，黄金。好，我们把这家给挖旁起来。边有僵尸哦，有啊，两只。我防，你继好，续我挖。上面的，快哦，有快快三只，快快快快挖！快挖！有三快挖只，挖！快！哦，有击退。有动了，有动了！快进来，先进来，快再点，给我哎，先。小只的，小小生命，心，小生小命！只的，先进来，先进来，快进来！快！等下，快！我现在很多怪，很多怪，我进不去，苦力怕啦。我去救鬼鬼。你们外面有苦力怕啦，我先退一下下。你退！小只的，小心小只啊！啊，小心小心！快！黄金啊，救我！刚好好，看到走，弓箭手，撤！突然一大串呢、欸。你有被打到几下啊？没有，我都没事。没哦，事就好，小没事强就好。有事吗？没事。门是关着，门是关着。哦，好。哦，苦力怕。好，我先放个铁栈，我要合一下我那个，这我个刚刚门火先器合起来，挡一下吧。对。啊！有人，有人，后退，谁？谁？谁？有人，两个 ID，没小看强先过到？来，小强先过来。你们觉得嘞？我不是很想要打、欸，我们往左边回避好不好？先撤好了。对，鬼鬼蹲下过来这哎，里，有人射弓箭，对不对？好像我看他们射弓箭，哎，真的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还是什么东西掉啊？你看到的是哪个方向？右边那边吗？对，这边直直过去，我现在看的方向，是有，我前刚刚面看到有吗？两个，可没有看到是什么颜色。没有看到 ID。这边那个树砍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前面，我用垫高的方式。哎呦，他然后们来了吗？有往这边方向靠近喽！假的。我们往前，稍微往前一点。
往哪里？往哪里？就是那座山，我们先，等下可以先下水再过去。我再看一下。来，哎，来喽来喽，走好了，要不要走？哦，好多人哦。对啊。很像是红队。我们在这边蹲一下，等那要个偷树袭叶。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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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先去五队，站五点队比啊！那较我实们在。总不能打赢四队吧？这有点辛苦，对所以啊。还是有一个点位比较好。他们过来了，他们过来了。他们也没有想要打，对吧、他们啊？有看到我们不吗？要后面。来！有，可是我们那么豪华，金光闪闪的，对啊。啊，重要的苹果我怎们么的还血没量是我来？们的弱势，没有没没有有，苹果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没有苹果哈、啊？我觉得我们跟他打起来，我们一定赢啊！只是打完血之会后被，就就半是死两不败活俱伤啊，了。对啊，不如果划是算。一个冠亚争夺，就跟他打了。对啊，不划算。同伴，一颗苹果，边耶、界从左边也压过来哦。快快快，乖乖先去，先给你苹果，然后你那 好。个不不，啊，谁在巧克力，金鸡蛋我这边没钉有在看。巧克力上。快快先做一个给鬼鬼吃，鬼鬼的血量太危险了。好，好，鬼鬼这一颗先给你。好，他们人在那边，他们人在那边。有过来要讲哦，鬼帮我鬼看一先下，吃，帮我看一还没下啊。还你没，们他哦，看到好，我们，然我后看没有到就了过来。，OK，有了，先吃一颗。好，我苹果也拿到了。好，7D 应该可以够。哎、对欸，的，哇，几乎大家的血都补满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附近也有一队哦，哇，右边所以有一这是队，两左队边哦，有一对，队。右边一队，左边一队，左边那一队的在抢哎、欸，世他界盖最过来了高，耶，是吗？然后我不是想，偷盖过来，想要偷射啊？小心！我们要去那个山了吗？三队都没在有苹上果。面的话，上像我面们其实有可能可以往下走。以防螳螂捕蝉哎、欸，有看到一颗苹果了，Nice, nice, nice！那只差一颗。那再给我吃呗。那我先把我这颗吃掉。哎、欸，有两颗，有两颗，哦，有了，是有你的了，女婿。巧克力也可以再吃一颗的。然后再给巧克力，OK，两颗。好，那个小这香样，甜给你一颗。那我们要往下还是往上呢？我觉得如果还有苹果的话，还是可以拿。我觉得就往下吧。所以我们要直接在地表吗？地表很蛮危险的。那要挖吗？多半的话，我们差不多在一个中心点往下挖了。对啊，我们就等边界刷底，然后看谁先开战，那我们就先躲在下面。真的吗？我有点想要打、欸，好战分子。要打吗？那我们就你，去打乌漆他们不了。对，不对，冷静冷静。我的是说，再等一下，我是一直都很想打。知道？还是我们把他们那队给灭了？啊，那就准备了。哎，有人哎、欸，来不，了，那有个人先来开了，我右队，边先有开人我来队。了，来了吗？我看到一个人冲过来了，铁桩在树那边，右哎、欸，前方，右前方。怪怪怪，我这怪这，我们绕一圈到他们背后打吗？好吧。砍掉2下，在快里面，跑！小心小心，我弓箭保护你。我会保护你。有弓箭，负责记打我得们的是弓金箭苹手。果。哇，他血量后很面后面多。后面，鬼鬼后面。有看到，我快挂，我快挂。小心小强先哎，我退，挂。先退先退。来了来了，哎，等下巧克力，我们这边很多只，后面还有很多人。我怎么看不到画面了？我也也是。杀一个。我来了，等下哦，弓箭，哎，没哇！了，他们整个靠过来，我没办法。小葵，你的金苹果没有吃，我有吃一颗。哇，没画两只，面，死掉没画面啊，好可惜哦。我们真的是太耗战了。为什么现在看不到画面了？啊，死掉了真的假的？我们会，no，输哦。我们竟然输了，为什么？他们防御太强了吧？死掉了，而且看不到我画觉得面了，撑蛮久的了看不到画耶。面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好黑哦！为什么？现在这个模式怎么变这样？哎，我觉得我们很强啊！观察者模式是 Game Mode 的几啊？三？不，自己好雷像不行了！哎，我们才杀死一个人而已哦，他们血太多了吧？不天行哪！哎，他这个会自动重置到这里。那我们就我的们先装过去备吧，今他天那不边是抠超了，我们强的先过去吗？吧，我们先过去吧。
天哪、啊，竟然说的，而且我看不到画面。对啊，好黑哦、喔。对啊，完全看不到画面呢，完全是黑的。对啊，他这好像有就是一直传送到这个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没然后办法脱离不了。对。哎、欸，巧克力跑去哪？巧克力掉到世界外面。我想要看人啊。哎、欸，没办法动哎、欸。对啊，离开不了这个地方哎、欸。TP 可以吗 ？TP 不行。不行。哎、欸，一、e、可以哎、欸。啊？一、e、可以动。我看一下、喔。TP 过去也瞬间会被传回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一、e、可以。一、e? ，我到上方来了。一、e、可以，是我要改成三。要改成三就不行了。祥林啊。嗯，可以访问一下你们装备如何啊？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感觉比较强啊？我们装备也没有，就一个有钻石胸甲，然后一个有钻石裤子，两个有钻石胸甲，一个有钻石裤子啊。你们附魔如何？都是保护一啊。我们都有好多是保护二哎、欸，那武器还是锋利二、欸。你们一开始是那个找到村庄的吗？然后挖掉那边的书柜有吗？嗯，哦，就是你们哦，我想说，就是我们啊，就是我们。那个书柜到底谁挖掉的？后面好不容易找到。奇怪，我觉得我们会赢啊，怎么会打输啊？结果我还有两个队友在那上面，十九战没有打好，两、啊、个都没有用到，两个都没打到。打久一点就有希望。真的哇，我们居然第五名！觉得冲太快了啦，其实就远远的先打。因为其实我。我跟小强的个性就是没有想要耗那么久、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赛很闷啊，对不对？就算打，我觉得我们会赢啊，因为毕竟有装备的优势。然后我觉得就算赢了，只剩下我就是一两个人，然后残血，我觉得也爽，就是有打出我们的风采。但是最后你居然还是被打死。对，结果没想到最后完全一点风采都没有，是完全 GG。那我看你跟夏克跟那个。差 L 好像没扣到什么血，为什么？我只扣了三四滴吧。因为我们有金苹果在吃啊，我们也有吃啊。你们小强跟那个鬼鬼你们有吃？我没有吃，我都吃了。知道啊。我是原本有两颗，所以我还有留一颗。我是吃了才打。反正我一直是觉得 MC 的这个战斗蛮奇怪的。我是在那个国外跟人家 PVP 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他同样都站在原地，然后一直砍。他可以不掉一滴血，我被他砍死。双方的那个装备都一样，就很奇怪。那个距离抓那个战斗的空隙，那个很难。你可能遇到很强的，因为我有遇到很强的，真的是砍不到他。那真的蛮奇怪的，真的。我今天还在练习的说，结果没想到就在这里 GG 了，我有点难过啊。等于说，可能好几队都在不同的城市。我在旁边一直喝水，真是一个大笑的感觉。他们一定会很想笑。喝水，喝水。马尼在打空中了。喝水。到底是谁在他们旁边一直喝水、啊？闹鬼状态。他们刚刚在讨论战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好。是。一就打掉、哦。二。一。Go! OK， 开了，没有人想，没人要开，没人要出来。哇，铁矿，为什么？蓝队非常快速的马上盖到附魔之处、啊，防御铁啊！哎、欸，其实他们像不出来，好像躲在里面好像比较安全。铁矿好屌，哎、欸，这个很聪明，这很聪明，这很聪明。哦，反而是红队是完全退缩，我觉得躲在里面其实比较安全一点、啊他们就拿弓箭，然后出来射一发，然后可是其实有他们开始努力要盖出来了。哦，红队过去要想要放岩浆吗？放不出来，放不出来。哎呦！这个紫队直接盖到他们家，过进去了，过进去了，打下了。风波被偷袭，风波被偷袭、欸。他们这样其实在这种窄的地方放岩浆也很危险的、啊，阵地战嘞、欸！哇，这刺激要中箭了！我觉得这玩比我们前面两个小时还刺激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刺激的这个。哇，你看这样子比较好玩，都要这样子啦。啊，就欠我们一队啊！我们这个高度要限制一下、欸，就是以后可能要限制，不能这样子叠，或者是观看者飞高一点，以后就是时间到要传到平台，我们到机关这一关一层，两个小时到的话，就是直接把它传平台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可以，也可以，因为有人会在空中，有人会在地底，那对啊，那个太麻烦了，就没有什么得到。哎、欸，这个岩浆在流啊，这个岩浆有点猛哦。
但是好像伤不到任何人。反正现在变成红队跟紫队在互打，蓝队又开始往上便宜啊！对，蓝队又开始往上顶了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把上面封起来，把上面封起来。对啊，我们上面就限制在这里啊。哇哇哇！秋风为了盖东西被射了好几箭。秋风还有黄队冲冲出去了，是小白。话说我刚才那场我已经射了三个黄金苹果了，真是超级伤的。悟星的剑法很准哦，一直在射哦。是刚说就 miss 了。香应该根本没有吃到黄金苹果还是怎样？我吃了一颗，然后就冲上去啊。哦，那就是没有那。而且我刚刚我明明有燃烧，可是你们却没有烧起来，好奇怪、啊。下雨在下雨，下雨啊，在下雨啊，下雨会啊，那我难怪我没有优势，我说你打两下那么强，我觉得下雨强盖这个被抓捕了好多。小白在这边唱秋，然后放了岩浆出去了，真的吗？放出去了，天哪，他们门口了，岩浆堵他门口了，因为他们往上，哟，他这样他把他逼出来了，直接我就打了，哦，死掉了，哦。紫队死两个，要被捡便宜了。蓝队真的是捡便宜了。蓝队表示全世界与我无关。紫队是让马尼，紫队是让马尼躲起来了。对阵马尼等于是淘汰。蓝队悠闲的。对阵复兴跟哈基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蓝队还活着，然后红队剩小白和哈基。喂，太可惜了，嗨。我怎么黑屏看不到哎、欸？我已经中了，就是观察者模式坏了、啊。然后传我们。天哪，为什么？啊，记得先喝眼前药水哦。红队的眼中只有紫队，紫队的眼中只有红队啊！真的是让蓝队完全得利了、啊。蓝队好悠闲。为什么他们不会先打蓝队啊？蓝队不是表示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打得好。天哪，蓝队渔翁得利啊！这个紫队剩一个，好爽哦、啊！不行、啊，我们要帮忙讲一下，不露一直在发呆之类的，瞬间叠高，不露不露不露，蓝队蓝掉啊！哇，蓝队在上面得了便宜，还卖瓜啊！哦，他冲过去到岩浆了，到岩浆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孤星冲过去到岩浆了，他自己被中了很多箭哦，有点伤哦。被烧到，烧到，马尼被烧到了，烧到，烧到，烧到就死了，烧到冲过来了，死了，呜呜呜，哦，塞哦，成功了，把马尼给解决掉了，只剩蓝队了，哦哦，蓝队，蓝队冲出来，冲出来，冲出来，蓝队吃金苹果冲了，哦哦，有人发呆，烂透了，刚刚哈基在干嘛？哎，蓝队的血都还很多哎。满的旁边，为什么你们蓝队表示红队跟蓝队在旁边发呆？看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会先攻击蓝队，而是两个互相 K 嘞？是他们跑过来弄我们啊！管他们跑来弄我们啊！他们跑来放岩浆哎！对啊，哦，我只能爬起来啊！我觉得好可惜哦，完全是让蓝队得利哎，因为你们透了这个结局。没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了团灭了，赢了，蓝队赢。你们根本就没有打架啊！你们杀了好多人哦。对啊，我杀了一个。你们看了好多人死亡啊！我们看了很多人死。怎么样？结束了是不是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把这个太夸张了，要把武雄风干掉。哎哎哎哎哎！干什么干什么？不要夸欺负我队友啊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太坏了你们！干什么东西？太好笑了！观察者模式坏掉嘞、欸！啊，对，观察者模式坏掉，所以我们最后卖了这样子。啊，还是恭喜蓝队渔翁得利，获得最后胜利。我开始就想好这个战略了。因为我觉得，我要像小强这样讲了，就是。那个两个小时到了之后，那个什么，我就要传送到一个平台攻击这样子。有啦有啦，有这个模式啊，其实。其实国外都是这样。下一次用那个竞技场模式啊，那以后应该就会取这个模式。改这好好玩啊！哦，蓝王王，那谢谢大家的参与。一点九，辛苦你们了，恭喜蓝队，恭喜秋风又一次冠军啊！谢谢。好哦，哇，你两次冠军，哇，这样预测对了耶，观众预测成功，跳了，观众神预测啊！哇，强强强！这样观众就都会忘记你被苦力怕炸死的事情。买秋风这个雪球会的，这个雪球是什么恶哦？你的楼上的连闪断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样的，因为我要跟大家楼上的连闪嘞。
我那个时候在说我要去空中的时候，其实秋风就没有很想，我们真的没有很想去空中，因为我觉得很恐怖哦、啊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讨论，因为秋风一直说他很怕会摔死，对我很怕摔死。可是我觉得在空中是最安全，因为其实我因为我之前不是玩过一次吗？我就觉得空中16×16是最安全，因为没有人会上来啊。真的没有上，而且没有、啊、空中的安全。而且在你们要叠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你们我们看到你们要叠，就是你们看我们之前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在准备要往上叠的。我觉得先叠先赢、啊。因为我们想说啊，玩的空中的那个优势被抢走了。对啊，空中的优势被抢走了。先叠先赢。我们下一次那个做陷阱做空中优势都没有用了，因为下一次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下一次就会看到大家都地图一下来就马上开始叠，没有，那个你下一次就是竞技场模式了，好不好？竞技场模式了，那个空中或是地表地图反而更好了。不是已经要那个了吗？1.9了吗？因为打不管了，那不用啊，我们根本不用生存啊，大家拿好装备、剑什么的，然后就可以。没有啊，就是看你生存到那时候的资源够不够啊。对啊，也要看运气啊。对啊，而且生存的时候我们这队的那个什么啊，这队我们这队一开始我们虽然挖了很多钻石，可是我们苹果几乎都拿不到。哦、没有采到苹果，超差的。我们砍光了，我砍了我们这组的木头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打的第一个树叶就掉一颗苹果，太超爽。那个不是要先打树叶才能靠近树吗？还没碰到树就先碰到苹果。哇！对，小强一直在喝隐形药水，真的超精神干扰的。真的，那个不是我，我一直跟的都是马尼啊。我一直都在风暴旁边、啊。其实我想纳闷的是，为什么巧克力那些都会输？为什么巧克力那些都会打输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小强，你跟的是我，但我在风破旁边啊。对啊，其实我很看好巧克力那一队会拿优胜，因为我觉得巧克力他们那一队，巧克力那一队真的是装备比我们优秀很多，又有弓箭，然后附魔又比我们好。因为我们钻石只有胸甲，我们没有弓，我们只有胸甲而且我也只有盔甲，而且我们剑都只有锋利一。好了，那个我都是锋利二，晚了，不是、啊、那个时间也晚了，大家休息了。这边怎么？谢谢大家，我收台了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辛苦啦，拜拜。拜拜。